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月底留一点点钱买一条手链，那条手链真的美到飞起来。嗯，我选。美到哎，他选那个款我没有上，我选的是我喜欢的款。哎、他说很好。能不能让大家看一下那个 BB。哪个？就是那个很小的戒指。不可以。我求求你。不行。你给我这个平台的机会。不行。让大家看一眼，这个投票我觉得我会胜。我跟你说。这个、我跟他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们想要买那个 BB 戒，我就直接现在立马去睡觉。多可爱啊！超丑。不可能，哇哇！我要截图一下。哎，你问，你问，你问，允许你问一下。真的，我真的很想给你们。你们不要让我觉得我选品怀疑人生啊、哦！哎，可吴俊，你可以帮我发起一个投票吗？我配吗？配配配配配配！我觉得我应该会胜出的。我先跟你们说，那个 BB 戒，那个戒，那个小吊坠，等一下，那个小吊坠就要卖2000多块钱，疯了，我买它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聚焦。聚不到。你走开了，你走开一点。我操！怎么聚不了？哎，聚焦了，你要放大一点，看到了吗？看到，看到了，它确实，它确实比较小一点，放大一点，对。但是大家看这个比较大，但是它缩小之后，它其实就是戴在手腕上的一个小戒指，很可爱，就是把你的戒指缩小了，然后戴在手上。2299，你现在给我下单，我立马上。你疯了吗？买个这个小东西，2299，但是它上面是钻石，碎钻不值钱，谢谢你。花子投票了吗？等一下，让我冷静的看一下。那4000个5000个，你们是疯了吗？你们这人是疯了吗？你们钱有点多哎。那这个真的，2000多块钱，我可以买一个 APM 的很大的首饰了。OK。哦，我跟你。它是18K 的，我跟材质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真的就是问一下大家。哦，我跟你们说，只是图片展示好看，因为我今天看到了实物，那个要用放大镜才看得穿的什么东西。我真的气死。那个真的，我要用放大镜才看到那什么东西。你戴到手上，别人在10米远、1米远距离跟你交流，啥东西都看不到。人家穿，人家自己线下卖很好。他是卖的很好啊，那是我直播间不会卖。那这个是我们选出来的。啊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哎，哎，这个比那个好看，非常好看。不是好看，就是值得10万倍。哎，这一条我给你们选出来的，这条美到飞起来吧。对，它是那个用的是粉金。这一条美到飞起来吧，还是黄金加粉金加珍珠哎。这个倒是不用放大镜那么夸张，就是比那个。这个好看10万倍吧，给我投票。哇，哎，这个好看到飞起来吧，大哥，大哥们，你们这个审美是什么审美啊？那个2000多块钱一颗，那个小小的那个，哦，我要吐血了，我真的要吐血了 ，Oh my gosh！ 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珍珠是小珍珠的珍珠，戴在手上，我跟你说，夏天好看到你真的要起飞，我真的要起飞哦。哎，随便你们，反正戒指我不给你们上，我不要那个戒指，那戒指真的太贵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戒指499，我立马上。但是要2000多块钱不行的，那真的不行的，我真的要心梗的，我跟你说。哇！天哪，你这3万多，3万多。看一下，汪汪你的审美，38000人想要那条项链手链，你那个。哎，好嘞，行。4万。你们很棒，你们很棒，你们非常非常棒，你们非常非常棒。黄金加彩金加。珍珠这种质感比一个碎钻的18K金的要多好一点吧，而且那个就是2000多块钱，那么一小一颗，我跟你说那个真的还没有我这个指甲盖这么大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拿给你们看，我可以，我是一个很包容的主播，明天我就拿给你们看那个东西。如果你们觉得真的还想买，我可以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？我就跟你们说价格2000多，然后就是小小个。明天我给你们拿实物给你们看。天，太好看了，这个真的。明天我拿实物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我明天拿实物给你们看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好看了，就是真的在就是图片上我也觉得它非常好看，但是真的拿到手上的时候就看不见它到底在哪里，它会消失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，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，明天晚上记得7点半我们的零食节就开始咯啊，明天晚上记得7点半零食节就开始咯。你再预告一下这个，这还是最后一次，对的，所有女生
下播了赶快去先做一个这个东西，去微博上李佳琦同名微博，在我的置顶微博上面去评论点赞加转发我们这条微博，我们会抽取78位女生送锦鲤零食大礼包一份给你们啊，大家还没有转发的赶紧去转发啊，转发了再睡觉，谢谢大家，明天晚上7:30见，拜拜，明天我跟大家拜拜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见，拜拜。你跟他手链一样。拜拜，明天见。